宋大成离文字谱光明藏经让我满愿，工作出奇顺利。作者佚名。宋大成离文字谱光明藏经让我满愿，工作出奇顺利。刚拿到提成，佛菩萨真慈悲呀。曾在佛前许愿，如成功必写出感应及随喜200元注印经书，增加师兄们的信心。我是在去年大概3月份知道大成离文字谱光明藏经，第一次诵此经时头好痛，诵地藏经及其他经典不会头痛，但那时业重福薄，诵了一段时间放弃了。直到去年11月看到爱卫西莲师兄朋友圈关于此经的感应分享，信心大增，加入共修群，每天平均诵5部左右，周六日一般120部的速度。到12月28号正在考科4，突然接到前公司股东电话，请我去新公司上班。考虑到一些原因，我只答应做兼职外贸工作，事情出奇的顺利，联系以前的老客户，从洽谈到客户付款到我拿提成才3天时间。而且这个公司给出的条件非常好，最重要的是其他客户也都在联系，并且表示愿意再跟我合作。如果顺利，这份兼职工作有10万的收入。这部佛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我才念了400多部，佛菩萨就满我所愿。想住年后辞职去南山寺做义工，莫有收入，要交房租及每个月规定的放生钱，内心不免还是有些担心。现在可以毫无压力地做我想做的事情。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。